180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四月二日开始，要伫彰化举办六天。主办单位彰化县政府七号就伫八卦山大佛头前来点全中运的盛会，同时来举办盛会传送的典礼。这个全中运的盛会就会经过全国22个县市，19号才阁登来彰化县，伫咧咱县内26个乡镇市传送到开幕动工。请启动通电房。太阳宫的公转电能量来引火全中运的盛会，接下来将会展开为期15天的盛会团上。县长吴明国表示，彰化县推动热能文化智慧彰化，打造彰化成为风光大县。这届盛会太阳宫来引火，结合太阳能发电，给地球带来永续的希望。象征我们彰化县太阳能工业产出的绿能的动力，能够像圣火一样启动全中运的动力。魏明国表示，盛会伫八卦山点火以后，将会经过全国22个县市，才阁转来到彰化。19号开始，一直到开幕，会伫咧县内26个乡镇市团上。这个圣火从我们八卦山来点燃，然后我们要经过全国22个县市。然后又回到我们彰化县，那4月19号到22号，在我们彰化县26个乡镇市一起来举办这个圣火的迎接圣火的这样的一个路跑的活动。魏明国强调，22号开始连续6天的全中运，将会迎接来自全国10000多位选手和教练等人来到彰化，希望用运动促进彰化的观光，行销彰化产业，打开彰化的知名度。大众新闻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。